陈港生，1954年4月生于香港，从影30多年，成龙拍摄的武侠动作片近100部，他涉及到电影表演、导演、编剧等不同的行当，凡是他参与创作的影片，大多都会留下明显的成龙印记。这个印记就是他设计的强劲敏捷的武打动作，是他表演的惊心动魄的动作奇观，和他编制的诙谐嬉笑的喜剧情节，以及那个从来不被角色所取代的成龙形象。绝顶的高手，他是耀眼夺目的巨星，他将惊叹与欢笑留给观众，将泪水与汗水藏在心底。他是银幕上的硬汉，却是生活中的慈善大使，他就是成龙，永远的中国龙。我从一个非常穷的家庭出身，父母经过战争逃难，到把我摆在于师傅那个学校10年，前途茫茫也不知道干什么，没有将来的一个小孩子。小时候我只是知道去做，不管人家怎么看我，可以吃的亏就吃亏。想不到这些经验给我得回来的是得到很多很多的朋友，而且的吃亏令到我有很多的经验。儿时的成龙在那个复杂的社会中独自打拼，除了知道要认真地去做每一件事情之外，父亲的一席话也对他有着很大的影响。爸爸临走的澳洲的时候，为了生活，他跟我说：“成龙，我那个时候他叫我阿炮，小阿炮，管不了你，希望你一个人在香港的时候，几样事情答应我一定不能做。第一个就是不能加入黑社会，第二就不能吸毒，第三不要赌牌酒。”这三样事情我真的很骄傲地跟大家说，有两样我都没有做，第三样我就做了，真的是一个大的教训。以前我是做一个特约演员，我先是童星，当然是什么都不懂。到了做小武行的时候，就是拿一把刀，我的责任就是有一把刀插在我的胸口，到一大堆血在我口那边，我唯一做的就是不要喘气，就是闭了一口气。但是我就是因为我可以闭气，很多个镜头导演都把我摆在镜头前面，因为我有机会跟导演接触长了，就是做一个非常成功的武术指导。中国武侠电影中的武术指导最初主要来源于京剧界和武术界的武师，在片场种种的工作我都去做到，慢慢从懂了镜头才开始做副武师指导，再做武师指导，再学去剪接。很幸运的，因为我去教人家动作演戏，给一个制片来叫我做第一个男主角。
醉酒提壶立千军。1978年，电影《醉拳》让观众认识了貌不惊人的功夫演员成龙。从那以后，成龙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诙谐、巧妙、惊险的武打风格，并且在香港动作电影的沉浮变迁中独树一帜，挺立潮头。回顾自己在国内外拍片的经历，成龙对自己的苦尽甘来的人生经验深有感触。很坦白讲，今天在整个东南亚或者是电影圈的很多动作明星比我好的很太多，那个时候也一样，今天更多比我好的人还是更多。为什么我永远都这么出色？不是因为我的动作比人家好，是因为我的经验比人家多，我的镜头的摆法，而且我利用动作的技巧，最后是因为我会剪接每一个镜头，从这个镜头的打法到这个镜头的剪出来，我可以很完整很完美的呈现在荧幕上给观众。而给一些或者是喜欢动作片的或者是喜欢功夫片的观众，哇，成龙虽然是一个老爷车，但是他跑得还是很快。因为我的好处就是我自己是武术指导，我永远给最好的动作给自己做，而我用最好的剪接方法，我不去求人。片场丰富的工作经历使得成龙掌握了表演、舞指、摄影、导演等各种电影制作艺术，这为他日后在武侠动作电影上的巨大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直到今天，在以技术先进而著称的好莱坞对成龙大哥的电影制作经验也深感敬佩。我很骄傲的一样东西讲给大家听，就今天我在美国拍电影的时候，在现场有困难，他们就会讲叫我们的教皇来，他们会在一个马上有人到那个把到我的那个化妆室，把我整个现场需要你，我就会在现场教他们怎么样去拍。我非常的骄傲，就是因为我有以前的那种叫做不光彩的一个，就是很惨的经验。就是以前我们拍电影只有一个叫 2C， 五个日本镜头就走了，就这样的一个镜头，一箱镜头，一个 camera， 就这样的拍电影。没有多里的时候，我们就利用轮椅；没有那个升降台，我们利用那个9尺的高梯，这样的拿人工就把它这样子，把摄影师绑在上面。因为有这种经验，在美国那边，哇，太好用了。他们没有了这种器材，没有一种高科技的器材，他们根本不会拍电影。成龙在国外拍片的过程中，他带领着成家班走南闯北，在与外国电影同行的合作过程中，他毫不吝啬地将自己多年的动作拍摄经验传授给了世界各国的电影同行。我在那边教会了很多我的韩国徒弟啊，日本徒弟啊，或者是澳洲的，这么多年来跟我的那些徒弟现在已经变成做导演啊，或者是做武术指导啊，都是因为跟了我7、8年来有这些经验而成为外国的导演，外国的成功的武术指导。所以实践是非常的要紧。这八国联军为什么攻入北京，就是想要中国这块肥肉，弱肉强食嘛。你自己不振作，人家还会跟你客气什么？有强权没公理是必然的，你有骨气，人家才会尊重你呀。人必自污而后人污之，懂了吧？我懂了，多谢前辈教导。来，走。
多年来，成龙电影一直在宣扬一种中国武侠文化中特有的见义勇为、匡扶正义的精神品格。遥想当年刚出道的成龙，也有过一段心酸而迷茫的心路历程。以前电影没得挑，人家也不会听你的，你说什么人家都不听。你只是一个演员，你只能接受导演或者是公司的安排，你没得挑的。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可怜，我可以在厕所哭，给女演员指着侮辱。那个时候的我是非常非常的惨。这是一个名作家叫古龙，为了要演他的一部戏叫做风雨剑花江南，其实也不适合我演的，但是公司就问他买这个版权，就要陪他吃饭陪他喝酒。那个时候我很小，我就坐在旁边，他讲一句，我的剧本不是给他拍的，我的剧本都是给江大卫跟莫华拍的，我还要陪他喝一杯杯干的。完了之后喝醉了，自己跑在厕所，江大卫抱着我，我是哭得稀里哗啦，我觉得自己很惨。从醉拳到警察故事再到 A 计划，成龙以喜剧化的动作角色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随着成龙电影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成龙的银幕形象也开始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我在全世界，到了非洲或者是到了刚果也好，那些黑人到今天还一看到我还是这样。这种情况我在很多二三十年前已经有这个经验。我原来说，哦，原来我的电影可以影响到这么多小孩子，哦，我以后拍电影要小心一点。以前拍电影没有管这些，只是什么样受到观众欢迎我就拍什么。观众那个时候他们喜欢狗屎尿屁的，我就讲一些狗屎尿屁。到了后面慢慢受到一些我的影迷的写信来啊，或者是的妈妈，她讲，哎呀，你那部戏很好看，但是呢，里面有几些脏话或者狗屎尿屁我不喜欢的。哎，真的，好，我第二部戏就没有狗屎尿屁。到了后面就是很残忍的，好像拧人家的脖子啊，搞断人家的手啊，配音配的效果是咔咔咔咔，但是那个是很强壮很 power， 结果原来是在外国来讲是一种很残暴很残忍的一种动作。慢慢慢慢透过传媒，透过影迷们，在以前还没有网络，他们的见面会啊或者是书信的来往，而得到这些经验，慢慢慢慢去改变我拍戏的方法。到了后面就是我每拍一部电影我就问自己，我拍完这部电影我能不能给我自己的儿女看，如果我可以给我的儿女看，我就可以给全世界的儿女看，这就是我拍电影的一个宗旨。一提到成龙电影，观众们想到更多的是他的惊险的动作和敬业的精神。提到成龙的公益事业，所有的人都会被他那不分国界不分种族的爱心所感染。但成龙对以前的自己又有着怎样的评价呢？我回头看我以前的成龙很讨厌，真的，每天为了要炫耀我的钻石表，炫耀我的钻石项链，去每天请人家吃饭，伸个表给人家看，很讨厌。因为你想一想，如果每天我跟你们在一起都是一样，没有钱坐计程车，没有钱
吃饭，忽然间我拿了400万现金，啊，我怎么样可以炫耀给你们看？只要每天请你们吃饭，吃饭的时候拿个表说，哇，你们哇，啊，你们这拿去看，啊，明天再吃饭我又换另外一个表，哇，就是这么样一个人，我是真的这么讨厌的一个人。电影改变了成龙的生活，让他成为一个万人瞩目的巨星。那随之而来的荣誉以及富裕的生活，使成龙曾经怡然自得。但随后在美国的一段拍片经历，却对他产生了不小的震动。到了美国，原来自己是这么的弱，那么小。Jackie Chan 谁都不知道，我非常颓丧的回到自己的香港去拍我自己喜欢拍的电影，就不去为了迁就他们去拍一些美国片，我还是拍我自己的片子。但有一天，我一直坚持拍我成龙式的电影。那个时候，我在那边打一些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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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砰！哎呀，很痛。他们就讲啊，你的拳头没有力，你的脚也没有力，因为你已经踢了那个人86脚，那个人还站在那边呢。你看李小龙，砰一脚，那个人就倒下了。你看那个 Clint Eastwood， 砰一拳，那个人就倒下，很有力。你跟那个人已经打了半个小时了，那个人还没有死呢。我说这个我那个困难太多了，他们不懂。成龙经过10多年的拼搏，终于在1995年与唐季礼导演合作的《红番区》成功打入美国市场，开始了他在好莱坞的电影生涯。处长，记得我在警校学过，身为一个警务人员，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保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所以我叫人疏散，保障市民安居乐业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现在出发，铲除西环祸根，逮捕西环之虎。Yes, sir。 正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成龙无论作为一个演员、一个导演，还是一位爱心大使，每次出现，人们总能感觉到那份精神鼓励，感觉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志气和侠骨。这么多年呢，我在美国的发展，我所挑的剧本，他们要我做这些，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在那边，男的要做贩毒的，女的就是做妓女，反正就是一些不好的，这些我这么多年来我受过太多太多这种剧本，而且给我的价钱是很高很高，我都不去做。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发扬我们中国的文化，只要我们的中国文化发扬出去，今天你不会到处再看到就是 Starbucks 或者是 Hamburger 或者是 Pizza Hut， 你会在美国、世界、欧洲各地，你就会在 Hamburger 旁边就会买烧饼油条。大家15年了，终于在走在一起，就是好玩。我们都每天都很轻松的去。在除了他们几个制片，他们很信任我们中国的这组的制片人，全部交给我们。好外国片，但是好像我们在中国拍，你说有多舒服？哇，舒服的不得了！而且那个杨文平导演做所有的那个舞，我们两个就坐那边准备演戏。我们俩经常会说，怎么样把中国电影的变成一种工业？
怎么样中国电影可以更提高，怎么样中国电影怎么样更多演员去，我们俩愿意，真的我们俩其实经常探讨的不是我们俩怎么样，是说既然社会的观众全球的观众支持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任何年轻演员有任何建议，任何什么希望能够事业上，我们都愿意做免费的这个桥梁，愿意做义务去推动整个电影，中国电影工业越来越成熟，包括刘亦菲啊、子怡都是我介绍的，好像现在的赵恩卓啊，所有问我们的我们都介绍，尽量把它推到外国去，怎么样？你想将来有几十个三五十的中国演员在全球都很红，那我们其实也会更开心过。今天的我们是应该提携后辈，怎么样可以令到我们中国的工业更加出去，不要老是去就是不是我们学人家东西，不要去怂恿啊，应该支持我们自己的工业，我们才可以强大起来。成龙与其他艺术家最大的不同在于，成龙不仅是用智慧和动作拍摄电影，而且他也是在用生命创作电影，他是一位用生命书写电影的电影作者，他为拍电影很多次受伤流血，为此他的生命、他的行为与他所创作的电影共同构成了他在电影史上的重要意义。我一拍电影，只要那个机器一开，我什么都不怕，所以我就很奇怪，我太喜欢电影。面对生命中所有的不可能，笑看他也是向自我挑战的。成龙与其他艺术家最大的不同在于，成龙不仅是用智慧和动作拍摄电影，而且他也是在用生命创作电影，他是一位用生命书写电影的电影作者，他为拍电影很多次受伤流血，为此他的生命、他的行为与他所创作的电影共同构成了他在电影史上的重要意义。我当我每一部电影都是我的儿子，真的，从没有到有，怀孕十月怀胎出来看观众受不受欢迎，才知道啊，我的儿子没有缺陷，或者是有缺陷。这么多年来，当然我也有过缺陷，你不知道，电影是一个非常赌博。这三年来，我答应过大家，我说我有三部电影，不同的电影，不同的类型，大家。这是非常冒险的，我可以拍《醉拳一》《醉拳二》《醉拳三》，哇，一点风险都没有，一定会世界带大卖。为什么我拍一个《新警察故事》，哇，一个悲剧英雄，再拍《神话》到《宝贝计划》，对我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冒险的一条路，因为不知道你们接不接受，哇，结果出来以后啊，你们接受，所以呢，还有。要记住，不怕去创新，因为你走人家的路永远好走，要走自己的路永远是很难，走的新路永远很难，但是新路可能会失败，但是一成功了就是你自己的一个风格，怎么样跟人家不同的永远是 outstanding， 这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做的。当人家全部拍动作片的时候，我就拍警察故事，当所有人拍警察故事时候，我就去拍《醉拳二》，我永远是跟人家不同，那市场上面你就会变成 outstanding。记住，千万不要跟风，千万不要跟风，不然的话你永远就是其中的一个人，你不会变成一个大师。谁能挡得住挑战自我的人？纵然再大的风，记一本也要去抗争。输输赢赢，总要一个名分，那是人生的一种责任。谁是谁非都有定论，来决定谁是真。来来去去人生，要一番真诚去面对自己，去面对人生，反反归归红尘，修炼新一份自我挑战，从此一生才是认真。
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突发强烈地震之后，成龙与他所在的英皇公司迅速赶赴灾区救援，捐赠人民币1000万元，并通过义演募捐等活动，不断呼吁更多的人支持灾区重建。在灾难面前，我们再次看到了这位影坛大哥匆忙的身影，也再次感受到一名艺人对国家和社会强烈的责任感。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烽烟落起，望千古的沧海，你说谁是侠义，谁是侠义儿女。情怀永在，爱恨不移，铁骨钢刀向天际，人间是是非非，善善恶恶终有报，沉沉浮浮，悲悲欢欢无穷极，唯有忠肝和义胆，唯有忠肝和义胆。他感天写风雨，看万代的江山，谁在谱写英雄，谱写英雄事迹。江湖信步，生死来去，刻骨柔情向天际，人间是是非非，善善恶恶终有报，沉沉浮浮。